各位好，今天也要介绍一套，可以用 A 卡进行机器绘图的软体，叫 Node AI。那它这套软体是最近支援 AMD 的套件，然后它是开放式的代码。预先安装的准备，你需要先有 Python 3.10 的版本，以及 Git。Git 你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了。那 Python 的话，你下载完安装时，需要将这个 add Python to path 打勾，再安装。那安装期间呢？我们先把它的程式下载下来。首先，复制这一段代码，然后新建一个资料夹，我取名叫 AI， 然后开启 PowerShell 右键，使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。我们先 cd 到需要安装代码的位置，打错。